煽動或組織學生參與違法活動，向學生宣揚個人政見，以及在網上發表激進、煽動仇恨或失實的言論。無論是否有守則涵蓋這些範圍，我們都不會接受教師有這些行為，亦都必定會根據教育條例嚴肅處理。截至2021年4月底，我們已取消3名教師的註冊，以及向151名教師發出譴責信、警告信、勸喻信或者口頭勸喻。